别人，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，以便回旋。34点，时间总会过去的，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。35点，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，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36点，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，无药可救。37点，说一句谎话，要编造10句谎话来弥补，何苦呢？38点，白白的过一天，无所事事，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。39点，广结众缘，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40点，沈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。41点，对人恭敬，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42点，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，便拥有了一切。43点，来是偶然的，走是必然的，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44点，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。45点，只要面对现实，你才能超越现实。46点，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47点，不懂得自爱的人，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48点，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，我们在追求什么？我们活着为了什么？49点，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，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，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，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50点，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。51点，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，这个就是慈悲。52点，说话不要有攻击性，不要有杀伤力，不夸己能，不扬人恶，自然能化敌为友。53点，诚实的